法相宗大本山药师寺。日本天武天皇时期实施佛教国教化时建造的观寺，寺院中的药师塔更是历史悠久的文化代表。看似六层的药师塔，实则为三层塔，各层屋顶大小重叠的律动美感，又有凝结的音乐之雅号，犹如转六道众生三途烦恼为大乘常住三宝。由于天武天皇时期大力保护佛教，甚至将佛教国教化，因此开始建造大观大寺。据说至西元692年，全日本已有545所寺院，而熟读中国诗经的圣德太子信佛虔诚，更推动日本开始遵循儒家思想礼仪模式所制定的17条宪法，更为当时无秩序的日本官僚和贵族社会提供了道德规范。奈良也是中国唐代高僧鉴真大师为法捐躯的安息之地，尤其依盛唐寺庙建筑风格所兴建的唐招提寺，不仅是日本律宗的总本山，且为位列日本国宝的中日友谊寺院，更是位居世界文化遗产的佛教圣地。当时以六旬高龄六度日本弘传佛法的唐朝鉴真大师，不仅为日本建立了正规的佛教戒律制度，更将佛法与汉唐医药文明传入日本，使日本医药知识
更为完整。透过唐招提寺所保存的文物，将可认识唐代鉴真大师诸多利益六道众生的功绩与慈悲精神。鉴真和尚要来日本传法的过程，经过多少的磨难，包括台风、海难、政府抓啊等等等等，感受到肉体瞎掉了，他还是要坚持，这是一种愿力。所以菩萨以愿力做生命，要把真理、佛法、戒律传到日本来，这是一定他过去式的愿。所以鉴真和尚是一位轮回中的度众生的菩萨，他现在也一定在苦难的地方继续在轮回。所以有一句话，轮回是菩萨的净土，苦难是菩萨的修行。所以各位呢，为了要能够在轮回的痛苦的地方来承受苦难，去弘扬佛法，所以要精进的永远保持在大悲心，永远要消除我执，安住在无我的空性。鉴真大菩萨最好的方法，就发起鉴真菩萨这个悲愿，哪里有苦难，哪里有黑暗，那我们要把佛法传到那个地方。但是为了要去传达佛法，各位要磨练自己一个永不退转的意志，那就是空性、大悲心、菩提心。那如果你还有我执，那就没办法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，他也无量劫要精进，才能够消除他内心的贪嗔痴，而用慈悲感化了众生，而用慈悲净化了世界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各位菩萨阿弥陀佛，我是海涛。最近很多人因为肺炎的问题都没出门了，所以觉得在家里也不知道做什么。那当然最好的方法是，虽然我们在家里，我们还是可以帮助外界的世界赶快净化。那佛教里面喜欢讲心，那心就是安定，我们叫禅定。禅定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坐。当然打坐不见得是一定坐着，打坐是让你专心的方法。比如说我现在站着，我可以算呼吸到我的丹田出去，一数到十，或是你坐着的时候也可以，或者说你在客厅走来走去，你就这边走十步，回来走十步，很专注的在你的脚底下，一二一二，那这样就是一种禅定。所以打坐可以禅定，那就呼吸，吸到丹田，出算一，吸算二，一数到十，那你心就会清净。哦，所以各位，心如果清净，外面的世界都会清净。所以如果你的第二个方法，你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或是观音菩萨，念十次，那又有佛的力量来帮助这个世界净化，传染病消除，那你心也很安定。所以这段时间放假，让自己心能够专注，不但专注，又可以关心外面的世界。比如说有人生病，那你南无药师如来，南无药师如来，然后这样把药师如来的愿，透过你的专心禅定，又去布施回向给所有生病的人，需要金钱的人，希望疾病赶快过去。所以你想要发财，那南无准提菩萨，南无药师佛，或是念黄财神嗡赞巴拉扎楞再也梭哈。当然你也可以念念珠，念108遍南无药师如来，南无药师如来，南无药师如来，然后你心清净了，很平静，进一步你跟药师佛的力量合为一体，药师佛的力量透过你在念专注打坐的时候，或是行走的时候，或是数念珠的时候，散发出去，散发出去。所以我想难得有机会各位休息，但是呢又能够不让自己得到传染病，又可以帮助传染病赶快过去，然后打坐啊念佛啊非常好。像我很喜欢洒甘露水，南无观音菩萨，南无观音菩萨，这个甘露水代表药，所以把很多的不好的传染病给净化的，而且布施甘露给这些众生可以离苦得乐，帮助这些恶鬼道啊，帮助这些众生啊，帮助鱼啊，帮助树啊，帮助草啊，就是用慈悲的力量就可以净化这些传染病痛苦的一切